根据角色身份找这种人物个性的东西出来。两年多的筹备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艰巨的一个任务。就是一身白衣，很简单，素衣出现那一下，有没有比较有信任感吗？今天开始我们就是这个结果。我睁眼第一个看见的是你，我最信任的人也是你。阿姨是我的先生，怎么都轮不到你来探探视？谁敢动他，应受天罚！你要毁了这誓约！咱们也算是同生共死了一场，从今日起，我们就是朋友了。我们本都是祖神擎天所创之神灵，为何会有高低贵贱、三六九等之分？阿姨姐夫已罪，他受不了这一下了。司法过后，前尘往事，是是非非，绝不能再牵扯大河山和元起神君。若我神力就在，